我叫何子超，来自上海，本科学的是国际商务管理专业，现在在 IHS 学习城市发展与管理专业。我喜欢旅行，在欧洲这几年我走过了25个国家，然后本科学的是国际商务管理专业，也是在伊拉斯莫斯大学。我个人一直是非常专注于城市的经济和发展这一块，所以我就选择了 IHS。 首先鹿特丹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，在这里你可以遇到每个专业可能都有80多个国家的同学，所以你在这边是一个文化交融的地方。其次，这边的交通非常的便利，在处于欧洲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去到任何欧洲国家都是非常的快速便捷的，这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去游历欧洲，然后见识到很多真实的案例。 UMD 这个专业呢，首先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真实的案例，在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边都会有真实的案例作为支撑。其次呢，就是这边的国际平台非常的棒，因为 UMD 课程会和很多国际组织所衔接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平台。 IHS 这个国际平台让我们开阔了我们的视野，然后也知道了世界上各个国家，不管是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，来自5大洲的同学们会带来他们最新的信息，然后当地的发展状态，这让我们知道了很多真实的案例和事情，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。